什么狗屁王呀，这么拽！哎，难道我是穿越了？公主，我是什么公主啊？仙境行宫三公主。那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…… 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一个一个说，我慢慢听。公主，居然还有酒呢，折腾这么久，真是可。 我是双儿，我是丹儿，是您的贴身丫鬟。咱们穆国乃是小国，多亏三十年前义亲王金王爷辅佐皇上打下了大片疆土，才有了现在的盛世。公主，我们知道出嫁并非你本意。哎，等一下，出嫁？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，您一定要放宽心。对啊，您穿的这身不就是嫁衣吗？而且您这喝着迎亲酒呢。啊， 我真的穿越了，我嫁给谁啊？晋王爷的世子承袭爵位，您要嫁的就是这位世子。究竟人大呀！公主驾到，王府怎么就您一人迎接？请息怒，王爷还在小气。什么狗屁王呀，这么拽！公主。 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哎，你谁呀你？干嘛摔我？还真是粗鲁不堪。哎，说我粗鲁？信不信我揍你？还野蛮？ 你带我去一下你家王爷。你我看看他是怎么管教小孩。啊，王爷竟让人给摸了！哎呀，你家王爷到底在哪儿？把他叫出来。王爷出门寻欢问柳了。海王。王爷并不打鱼。渣男。何为渣男？你不用知道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金喜，金屋俗世的金，平安喜乐的喜。嗯。 那你在你们府上是干嘛的？自己悟吧。难道他是王爷的姘头、男宠？哼，小白脸儿，你有病吧？你偷看我洗澡，还骂我有病？ 那迎亲酒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居然把我喝多了！东西先放下吧，本王还不饿。食物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小心。 哎，这不是那个金喜吗？哎，看够了吗？哎，你有病吧？吓我一跳！你偷看我洗澡啊，还骂我有病？你就是有病！大白天的洗什么澡？谁规定大白天不能洗澡的？ 咦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是王爷府的丫鬟，我不在这儿，我在哪儿啊？王爷，丫鬟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这的三公主，小谢会教你在府中所有的规矩。好的，王爷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我的洗澡水就由你全权负责了。凭什么？你不是很喜欢偷看本王洗澡吗？这不。 正合你意。惊喜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，老娘现在不干了。哎哎哎，王爷就王爷嘛，装什么下人嘛？哎，小西，来来来来，我问你啊，
你家王爷平时有没有什么爱好呀？王爷呀，他平时不太爱说话，不工作的时候都在书房里待着，要不就是在洗澡，有时候一天要洗好多回澡呢。一个大男人，这么爱干净。王爷他有洁癖呀，听说除了他母亲啊，从来不给别的女人碰呢。王爷呢，洗澡一般要用，38桶热水，20桶凉水，我帮你数着呢，一桶都不会错的，保证你不会受罚。我先洗38桶热水，20桶凉水，一个不少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就数着呢，都是三姑娘自己提的呢。小溪，去把水倒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饿了，不想洗了。你去劈柴做饭吧。千玺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！老娘现在不干了！站住！老娘现在不干了！站住！你让我站我就站。进了王府，哪由得你反悔？我这可有千百种刑罚的办法。我们马上去劈柴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哼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爱去哪去哪。那麻烦您让开一点，我怕伤到尊贵的您。我还行，没破相。真是个黑心的老板。那是什么？不用你管。算了，别劈柴了，跳舞吧。跳舞？怎么不会啊？哇，好他妈帅呀、没想到你还有当飞优的天赋。那我都跳舞了，是不是可以不用干活了？去做饭吧。你这是要纵火行凶吗？要你管！王爷，这都叫了，还要吗？带他去伺候金毛。夫人，咱们还是去给金毛按摩、洗澡、做饭吧。金毛？那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小溪，你家王爷还爱养狗啊？什么狗啊？金毛啊？哈，那是我们家王爷的宝马，名字叫金毛。马？你的什么破金毛？不光吃的多，还拉的多，不光拉的多，还踢人！你这脸……我告诉你，不要太欺负人了，我可是公主。出门，东直门出去，向东直行，大约3个时辰。路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，再一直顺着北走，大约3个月之后，你就能回到皇宫了。记得中途避开劫匪和野兽，需要的话，我给你换地图。我洗澡了，又洗澡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把衣服脱了？我不止脱自己衣服快，算了，看你这脸，你先去收拾收拾吧，晚点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有病！我的王府很不错啊，风景也好，美食也好，你就留在这里，然后。金喜，你又在盘算什么？你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
会发生什么呢？抛开那些纷乱的话，我只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。就这样，他倒是还挺帅的。哇，你，你，姑娘，你好美。你也穿越了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这个人好像不是副导演，难道是副导演的祖宗？想必姑娘这是在跟我搭讪吗？不过确实，虽说今日我与姑娘是第一次相见，但我感觉我和姑娘在前世就已经相识。哎呀，美人呐，你是又来蹭饭了吗？怎么说我又来蹭饭了？我是怕你孤独啊。嘿嘿嘿嘿嘿，你快走快走快走，快出去出去！惊喜，你不讲武德！惊喜，你为什么又找我？带伯恩做饭去了，这会儿你也不能让我歇一下，我还得给你喂马。之前让你喂马，你喂得一塌糊涂，我这不是教你做事要有始有终嘛。我可真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公主了，我怎么嫁给你了呢？我也想知道。不是你强娶我的。赐婚。包办婚姻害死人啊。哎，既然是包办婚姻，那咱俩合作吧。我不管你，你也别管我。那你在我王府里吃我的用我的怎么算？我有嫁妆呀。嫁妆啊？你可是连个贴身丫鬟都没带的。对呀、啊、我是双儿。我是丹儿，是您的贴身丫鬟、嗯、公主驾到。已经喝多了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之前还有两个丫鬟呢。还是先走吧。那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公主啊。哎，我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我改。来。哦。这是你干的。你居然他碰你。躲什么躲，我又不是没碰过。这两个有点怪怪的，不管了。我是个直人，所以我就直说了。我跟他一见钟情。既然他没有过门，我就应该要为自己争取一下。你看看他这个吃相，吃相不雅，吃的还多，脑子有问题。但是他长得好看呀。男人果然都是肤浅的动物。哎，自古英雄爱美人，怎么能是肤浅呢？你知道什么叫脑残吗？欲深色胆，还有啤酒肚，你这种人在晋江文学小说里连一集都活不过来。你诅咒我死。你要动手啊。哼，世上不可容比如我不受这种无能气。告辞。这人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你快去追他。我追他？那我不是给你戴绿帽子？你是不知道冯莹是什么的人，你要是不把他哄好了，他便会在我的王府熬上三天三夜，在你困得要死的时候，在你的房间门口念诗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都会用委屈巴巴的眼神看着你。没错，你要是不把他哄好了，你也得陪葬。爸，小金马。嚯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当然了，
小猪伶俐可爱，貌美动人，他一哄，我浑身都酥麻了，哪有不开心的道理呀？<笑>是吗？那麻烦夫人说说，你对他到底做了什么？嗨，我就是跟他说，他如果不回来，我会伤心的。<笑>他还说要打我。 那个霸气的样子，好可爱呀！你有病吧？算了，不生气就好。这里正好有西域送来的凉瓜，快尝尝。来，老兄，你不觉得这位三公主跟书信里描述的三公主完全不一样吗？书信也有不准的时候。 人嘛，也总会变的。三公主自幼体弱多病，时刻瘫痪傍身，可这位三公主你也见着了，简直跟野猪一样壮。你是说，人是假的？当年被迫害抄家的涂家、佘家，还有宁家，都有子嗣一孤，不知道这位家伙会不会是他们的杰作？可。 这三姑娘看起来没心没肺的，他们把她送进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倒宁可相信传闻和调查有误。但愿如此吧。不过，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解开疑惑。谁？ 哟，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一间上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客官，上房满了。嗯，马上就有。客官，请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小的就不打扰了。三公主，我来了。哎，我得想个办法穿回去，可是。 我是掉到井里才过来的，我怎么能再找个井跳下去吧？哎，不能跳，不能跳！万一我没穿回去，真死了怎么办？哎，不行，我得再等等。哎，嗯，可是那个金喜和风云看着都不像好人，我得早点为穿回去做准备。 哎，我现在去惊喜那顺点东西，回去以后肯定是宝贝啊！哈哈哈哈哦。 这还有个宝贝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难闻？那个是我的夜壶啊！啊，金喜，你好恶心啊！咦，哎，你干嘛去？给把我收拾干净了。我想得美，你个变态！哎，算了，正好有一位你的贵友来了，走吧，我们去会会他。 我的贵友，冰川，这又是谁啊？末将来看您了。末将，这。冰川。
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好像不认识我的样子？这难道是我那个故友？我是殷将军，殷仁雄啊！认识？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们？为了早日见到公主，特意向皇上高下亲事，直接从三江上过来进公主。这又是什么剧情？ 不过这江俊长得倒是不错，这公主品味和我倒是很一致的。哎，入吧。那既然你都看完了，你就回去吧。其实我这一次来，皇上让我给你带来了书信。书信？殷将军怎么还没走啊？走了，您就见。 在说悄悄话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不过今天见着殷将军，倒是看到了些你别的样子。什么样子啊？跟我默契配合的样子啊，比如什么扒皮抽筋、抽嘴巴子、super massage， 你想不想尝尝铁杵扎成针、拔拔三味蒸火罐啊？我那都是胡乱说的。 没事啊，本王不累。我真的不用。那今晚的洗澡水啊，我保证第一时间给您送到最滚烫的热水。那今晚的宵夜，我马上刷锅水煮面。还真是活泼可爱，跟传闻中的三公主一点都不一样。好，我在房间等你。 王爷，你还要喝吗？倒酒。这家伙喝了两个时辰了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让不让人睡？王爷，你是不是醉了？一起喝吧。公主别走。 我知道你在怪我，咱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就连你出嫁，我都未能来得及送你。我们是。 现在看到公主，一切安好，身体也比以前壮实了些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过得很好啊。只要你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。那你就回去吧。既然你们误会解除，殷将军。 不如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。不能不能，我不反对。完了，这回又是一场硬仗。殷将军不远万里而来，粗茶淡饭，略表心意啊。哎，这个就是你的部队了。好心好意的，你再不喜欢，也不能把酒杯弄倒啊。 不能弄了，我还没吃呢。这更不能扔了，我还没吃呢。你干嘛呀，公主？你自小体寒，怎么能拿这么油腻、这么难吃东西给三公主吃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啊？我以前是不能吃，自从你出去打仗以后，我就遇到了一个神医，啊。
那说好了，一会儿喝多了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可不负责任。我现在酒量怎么这么差？哎呦，你们怎么这么慢呀？我都困死了。时间刚刚好。他每次喝醉酒都奇奇怪怪的，所以我才想让你来做个见证。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？正好这是个好机会。嘿嘿，你现在是在给我机会了？你这么不清则行，我才不做。他呀是你的王妃。你们这些 boss 看招。好了，现在这是个好机会，快去去去去。怎么样了？他有胎气。不就说没什么问题吗？哎，人呢，不要一身一味的。王爷，刚才在下失礼了。没关系，丁将军也是关心则乱嘛。我以前也听说公主体弱多病，也是近期的亲密生活才体会到他跟传闻的不同。其实这一次我前来也有误在身。将军但说无妨。是。哎呀，这什么，这一个大男人吞吞吐吐的，跟你说。皇上，皇上让我来确认王爷跟公主是否已圆房。圆房？我和王妃圆房的问题就不劳皇上费心了。我们和睦，他冷了我给他倒凉水，他热了我给他添冬衣。是，每天晚上我都给王爷一个 super 玛莎姐，每次抽筋扒皮抽嘴巴子之后他都非常开心。是啊，我们亲家来文明大家，本王医学也十分精通，我也常给王妃铁杵扎成针，拔拔三味水果罐，他也很开心。怎么样，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和和睦睦，燃烧起了熊熊爱火了吗？有，不过不知王爷是否能够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。还有啊，下个月13号是红晓的成诞，从小他的生日都是我陪他过，不知王爷是否方便让我陪他度过最后一个生日。下个月也是本王生辰，不如一起过吧。不用了吧，也没地。不过将军还要多待些日子，那不如搬到本王府来住，毕竟客栈可没有本王府舒服啊。要是怠慢了皇上派来的贵客，皇上不怪罪，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啊。我不反对。这回完了，要穿帮了。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酒真不是个好东西，头好疼啊。哎呀，三公主，是我，对不起三公主，刚才情况太紧急了，望三公主恕罪。公主，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对不起。坐。不敢。坐。不敢。跪下。是。你还是坐下。不是我说，你说你这大清早的又不带脑子出来干什么啊，丁将军？三公主，这里只有你我两人，你对我称呼为何如此见外？啊，隔墙有耳，小心为妙啊。哦，三公主比以前更聪明，竟然想得如此周到，佩服。真是笨得可以啊。但是你放心，
我来之前已经检查过，外面没有任何人能相信我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哎，你就说你这么鬼鬼祟祟的进来，到底要干嘛？啊，不会是情书吧？我长这么大没收到过情书吗？等等，这是皇上给你的信，青三公主看完后，最好还是处理掉。哎，这什么催孕符啊？三公主，收好。我不要。收好。不收。收好。我不要。收好。我不要。收好。不要。收好。我不要。收好。我不要。收好。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？那个殷将军一大早就搬过来了。什么时候了你不清楚吗？还有你那个王妃和殷将军都是奇奇怪怪的。哎，随遇而安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送来一头野猪公主，也是命里有时终须有。你知道你命里有什么？当年我父亲随皇帝南征北战，甚至为皇帝挡下刺杀，朱家的江山，我父亲是唯一一个异姓王，只要我愿意，这江山改姓又何难？可是你不愿意啊。但别人不这么想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三公主就是皇帝派来的耳目。什么事如此慌张？秦兰连规矩都不顾了吗？殷将军刚来，去不去找王妃，你说很谨慎，差点把我们的人都给骗过去了。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属下们害怕被发现，不敢靠近，只能远远守着，还一直不见有人出来。他们这样肯定有猫腻，我们还是先看这个情况再。不用，这种事情就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说好。我不要。说好吧。不要。说好。不要。说好。我不要。怎么了？有人来了。赶紧快跑啊。你怎么随便进来？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？我这不是正要换衣服你就闯进来了。是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快给我换衣服去。啊，我最近新学了一个不用手就能跳的舞蹈。我现在跳给你看。我可没空陪你浪费时间。什么嘛奇奇怪怪的。到底来干嘛？不知不觉我是大心仿佛去表达，忘记你在哪，那么多路人甲走到不了我的地。自从惊喜那天离开之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哎，公主，今天好开心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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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能这样对三公主。哎。你这个木头。但是三公主你真的好美。
王爷，门在这儿呢。我还不知道门在哪儿。那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乐意。可您刚回来这几天忙，一回来就拿着饭你。好了好了，闭嘴。其实我早就被你当心已经知道了。要多谢你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可是我们家王爷，一大早。小心，先把菜摆好，才是正事。哇哦，这大鱼大肉太肥美了，我喜欢。将军，你看，既然王爷这么热情地款待我们，咱们也不好驳他面子，一起吃点。我不反对。来者便是客，令将军也一起吃点吧。红晓，你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莴笋吗？来，多吃一点。红晓，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特别新鲜，试一下。哦，哎，红晓，不就是一个从底层出来的将军吗？也值得你拿他当个人看。真喜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含着金汤匙长大的。将军常年征战沙场，为国报效，就算你不喜欢他，也不能看不起他，更不能用言语诋毁他。那你知道他这次来是什么目的吗？那你认为我有什么目的吗？金王爷，你来就是为了这个。红霄生日快到了，帮你给他过一个开心的生日，难道不是头等大事吗？就这，红霄开心我就开心。所以有什么要求随便提，我都会帮忙的。你怎么不叫他三公主了？你两人这几天可是越交越亲密啊。是他说的，做好朋友就要从平等开始，无关身份。他这么说的？对，他嫁给你以后真的变了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你们的生活过得很好，他才会变得慢慢开朗了起来。什么？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？啊，不是还互相把杀几把火罐吗？那本王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有事的话其实也可以来找我，不用非得去找他。没事。我突然间想起还有件小事。什么事？啊？宁家要找我报仇？他们家当年死在令尊手里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嘛。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不一时想着三公主给忘了吗？